既然你们是神鹰阁的人，就更该听我的话，都退下，我不想对你们动手。我们为何要听你的话？因为我得到了神鹰女王的传承。你可真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，就你还能得到我们女王的传承？那是紫阳琴，这是神鹰阁最高境界，是只有神鹰女王才会使用的招数。姑娘，是我们太鲁莽，请您饶恕了我们。是我们神鹰阁的新的王。恭迎吴王陛下。都起来吧。神鹰女王留下的规矩不可破。我等冒犯吴王陛下，请吴王陛下责罚。请吴王陛下责罚。突然有些好奇，那神鹰女王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？能交出这等忠诚的弟子，不知者无罪。你们方才那么做也是应当的，不需要惩罚。都起来吧。女王，您是要去看仙王吗？嗯，仙王就在里头。你们建造的？是的，仙王最喜欢宫殿，我们就特地替他打造了一个宫殿，哪怕仙王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我们要让仙王永生永世都过得体体面面的。他在何处？神鹰女王，我既得了你的传承，定会如你所言，带领神鹰阁重新兴起，你便安息吧。好，那就劳烦你了。我要带走他。好。能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神鹰阁为何会走到这一步？